同学们，下面我们来讲滑行姿势的模仿练习。在这个休闲轮滑姿势里头呢，分三种，一种是高姿势，一种是中等姿势，一种低姿势啊。因为在健身过程当中吧，所以这个姿势呢基本是不固定的，是吧？根据你的这个力量大小和要选择的动作来决定的，是吧？我要做这个速度要快点，那就低一点，是吧？我要想滑慢一些，我就姿势高一些。但是这个基本姿势是很关键啊，这个支撑的位置啊，这个身体位置啊，这个摆臂啊，这个支撑点呐、啊，对不对啊？都关系到你能不能滑得很好，能不能滑得很优美啊？这个姿势呢是讲的非常要规范啊。下面我们用在陆地上吧，来模仿来学习学习，而后在呢穿上轮滑鞋的时候再做的时候就比较容易了，知道什么叫高姿势，应该是这个臂啊和这个腿怎么配合，中等姿势什么感觉和低姿势什么感觉啊。首先呢，把左腿撤出啊，重心移到右腿上来，左臂在前，右臂在后，看到没有？就这么姿势，这就是呢休闲轮滑啊，健身轮滑当中高姿势的一个基本结构啊，这个基本结构就是呢这么一个这种方法啊。看、啊、三点直线啊，鼻子尖、膝盖、脚尖在一条直线上啊，重心的移过来。我们在陆地上吧能做上这个动作，到穿上轮鞋的时候啊，你就知道咋做了啊。这是第一步。第二步呢，把腿左腿收回，恢复原状，完了右腿撤出半步，重心移到左腿的上来啊，完了右臂在前，左臂在后啊，做到呢三点直线啊，鼻子尖、膝盖、脚尖做到三点直线。这是呢一个高姿势的啊基本动作。下面我把它联系着做呢，就是这么一种动作了啊。一二三四五六七八，这就是陆地上的这个高姿势的模仿练习方法啊。下面呢我们来一起来做一下子。首先呢是把左脚撤出半步，左脚撤出半步啊，把重心呢移到右腿上来，右腿上来，哎，做到那三点直线，自己检查一下鼻子、膝盖、脚尖是不是在一条直线上，哎，基本对了，哎，然后呢，把这个左臂在前，左臂在前，哎，右臂在后，右臂在后，哎，你那个姿势摆不对，那一左臂往前摆，哎，左臂在前，这样的啊，抬头，重心移过来，左臂在前，右臂在后，身体别歪，哎，这样的就做基本这样的可以了。哎，好，哎，基本做对了。好，收回，收回，啊，右腿撤出，重心移到左腿上来，做到三点直线。做这个动作吧，不要整的太僵了，你要很随便，就像咱走道似的，你走道不这么走吗？是吧？这个臂这么摆着配合，所以我们做的时候吧，也是同样，啊，做的很自然。下面呢，我们连续来做，左。右，左，右。直道滑行基本姿势模仿练习，可以使初学者在原地体会正确的滑行姿势，为今后在滑行中动作的协调一致打好基础。哎，朋友们，来过来。下面咱们做一个自行车牵引法啊。前面咱们练习的吧是用人牵引的，这样的话呢牵引的这个距离就长了啊，从单脚的变成双脚的啊，这个时间一长呢就提高你们自己的这个支撑滑行能力了。自行车牵引游戏
使被牵引者滑行距离加长。在牵引过程中，练习者可以变换不同的平衡方式，由双脚支撑变为单脚支撑，从而增加了初学者支撑滑行的时间，提高了平衡能力。在长距离的牵引过程中，使练习者初步体会到滑行的乐趣，产生尽快自主滑行的愿望。咱们下面呢，学习呢向前滑行的一些技术练习了。前面咱们经过了这个踏步练习啊，初步掌握了平衡能力。有了一定平衡能力基础上啊，下一步呢你就得自己滑行了。前面都是辅助性的啊，别人给你牵引呐、让你建立这个滑行平衡能力。下面呢，教你自己，锻炼这个平衡滑行能力，啊，平衡滑行。所以呢，大伙呢一定要呢按照这个我的要求啊。来进行做，你们要大胆的、勇敢的来进行往前踏步，获得一定的这个速度以后吧，两个脚平行往前自由滑进，啊，是两个脚平行，一肩同宽，啊，上体呢要直的，手在前面，啊，那自己往前滑，正好透着这有个坡，啊，看谁滑得远，谁滑得越远嘛，说自己平衡能力越好，这样的话呢，就建立一个很好的自我平衡的这种感觉。有了这种感觉以后呢，再过渡到你单脚上以后，逐渐逐渐就滑起来了。这是一个练习平衡能力的一个自我练习的一种方法。大伙儿你要勇敢地来进行练习，能不能啊？能。好，咱们一开始不是自己练过这个踏步吗？下面咱们就是用踏步来进行起速啊，踏步起速，身体呢这样的啊，两手放在前面，防止摔倒以后啊，手呢来起个保护和平衡的作用啊。下面你看，先踏步啊，1、2、3、4、5、6，看到双脚平衡往前溜，自己让它往前滑行，啊，滑得越远越好。唰，再拐过来啊，看清楚没有？看清了。看清了。下面吧，咱们再先原地的做一下这个动作，啊，原地做动作，像先是踏步，两手端平，踏步，大大踏步，预备起，踏步，完了平行，别动。往前溜，1、2、3，好，往双脚平衡往前走，你走的远也好，好，头抬起来，抬起来往前溜，往前滑，找这个感觉，这样挺好，好，两脚再并拢，头抬起来，好，头抬起来，好，好，姿势再高一点，好，两脚并拢，头抬起来，头抬起来，好，好，这个脚呢再靠一靠，这脚你看，并拢，蹲下来，头抬起来，这样往前这么溜，啊，好，那不行了，腿靠拢，腿靠拢，腿直的，手拿起来。并拢往前走，头抬往前蹲一蹲，好，你看你的腿弯弯了，这样弯弯不行了，直的这样的，这样往前走，头手拿下来，手拿下来往前走，头抬下来，拿起来往前走，腿歪了，腿那个膝盖和那个脚要放直了，头抬起来，好，再转过来，转过来，等一等，等一等，腿吧，那个膝盖呢，和那个脚没有放直，腿要直，轮要正吗？这样的啊，腿直轮正，往前走，再试一试，腿直轮正，抬头，好，这个比较标准啊。山春的头抬起来，两脚再并并拢，头抬起来，自然往前滑行。头抬起来自然一点，找一些感觉，脚底下两脚平行，自然滑进去的感觉，好，
所以把动作做标准啊，俩脚平行，俩脚平行，头抬起来，头抬起来，往前走，继续走啊，哎，继续往前走啊，靠拢。咱们这个双脚平衡练习啊，是咱们初学轮滑的时候啊，第一步呢要把这个直线滑行，下面咱们练直线滑行了，要能够滑起来，这个是一个第一步啊，第一步这个呢很重要，就是你的重心呐、啊，两个双脚支撑啊要做得到位，要腿要直啊，轮要正啊，这个是很关键的，做好这个呢，下步才能再练这个单脚平衡的时候吧，你有一个基本基础了，大家刚才做的吧基本到位了啊，有些个别同学做的还不到位啊，动作不标准啊，要注意两个脚一定要平行啊，腿要直，轮要正，这是最基础的动作，好不好？好。好了，这个练习就到这儿。速度可以给你带来快感，也可以给你带来伤害。以每小时25公里的速度滑行，完全制动需要16米的距离，制动技术的好坏直接关系到你的安全。下面我们来学习停止方法。停止方法呢，它在轮滑当中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安全措施，是保护你安全的。遇到这个紧急情况，要想马上停下，你得会几种停止的方法。现在咱首先呢，学练第一个方法，就是现在我们的轮鞋顶上、啊、有这个制动块，你们看看，是吧？这个就叫制动块，它的名词叫制动块，啊，是刹车用的。就是做急停用的，这个块呢，一般在那个初学者当中吧，占了很重要的地位，因为我们刚一学吧，其他动作还没有完全掌握住平衡状态下呢，用这个比较安全。怎么来使用这个制动块呢？在滑行当中啊，要想制动的时候，这两条腿必须得是平行的，平行的往前滑行，把重心呢开始先移到你这个没有块的那条腿上来。啊，没有宽的条腿上，先移到这边来，然后把这条腿呢向前伸出去，让这个脚跟啊和这个脚尖呢，它俩在一条直线上，看到没有？在一条直线上，在这个线上，它俩是脚跟对脚尖这么个位置，然后呢把这脚翘起来，啊，把这个重心呢放在两个脚上，一开始移到这儿，等这脚一出来以后呢，把这个力量呢重点往这儿移了，它是主要的，它是不是负一个负的支撑了，啊，重点用这个呢。使劲往下踩，啊，往上翘，啊，往下一踩吧，它就这个轮一翘，它底下产生摩擦了，一摩擦呢就制动了。制动的时候呢，这劲儿你不能马上咔嚓一子使劲一踩，啊，得逐渐逐渐的来，啊，用这个脚呢掌握好这个力度，掌握好这个力量的大小，就把这个轮就控制住了，啊，这是第一种方法。现在我来给大家做一个示范动作啊，你们来看一看，注意看啊，是两个脚平行滑行。啊，两个脚平行的往前滑行，到这儿了以后啊，这两个脚平行，是、啊、吧？把力移过来，看到没？你看正好是呢，前面的这个轮和后边的脚尖在一个横的直线上，把脚抬起来，两手呢放在前面，协助一下，找一下，掌握一下平衡。这个支撑腿呢，这个轮呢稍微有点内倾，啊，稍微有点内轮着地，啊，这个脚就翘起来了，啊，下面呢，凡是有这块的。你们自己就体会体会这个动作，来蹲下，两手在前面平衡，哎，蹲下，好，手啊，哎，这个做的不对啊，你手得协助一下，掌握一下平行啊，啊，掌握一下平行动作，动作做准确，做准确，哎，蹲屈，两手在前面。哎，这个做的比较标准了。
好。到这开始。那个脚吧，往前伸的不够，这个脚我们得往前伸的不够，下次再来。来，你过来。这个脚你看到这以后把那个脚支撑了吗？这个脚往前来，这个脚在这个位置上，在这儿呢，是吧？你整的太近了，你就使不上劲了。走，下去坐来，有一定速度，蹲住，两手。他这个坐的就比较规整了。好。这个行，坐的啊，这就有一定力度了。说的规范啊，试下来。好，这个力度不够啊，你往前伸的不够啊，这个动作你看过来以后把这脚你看就伸到这儿，你看这样力度就大了，你等太近了就使不上劲儿了，你往前面必须得找个支点呢，是吧？这个腿呢，支撑腿这个框呢往前伸，重心往后坐啊，重心往后坐一坐，是这样的，这样伸出去这个力度就大了啊，看到没？坐住往前伸啊，在前面找到这个反支点，逐渐逐渐给它加力，逐渐逐渐给它加力，不要突然使劲啊。好，使用制动块停止的方法是制动前两脚平行，两臂平底，伸出带有制动块的右脚，前轮上翘。当制动块接触到地面后，重心移动到右腿，并逐步加力，同时身体下坐，平稳制动。下面咱们进行踏步起速单脚平衡练习方法。这种方法呢，在我们滑行当中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技术，因为平衡是基础嘛，蹬地呢是前进的动力，收腿呢是接体重的条件，所以你没有平衡的基础啊，你就滑不了。所以这个练习的呢，它就要解决你单脚平衡的能力啊。我们原地踏步起速以后，对吧？用单脚滑行越远越好啊。要求呢，腿要直，轮要正啊，两手在侧位呢保持平衡，把这个扶腿呢放到侧位，然后单脚往前走，走得越远越好。一旦没有速度的时候呢，你再来一个踏步，继续进行第二个换换脚的往前滑行啊，放到侧位啊，单脚平行往前走，走得越远越好啊，换脚，哎，走得越远越好啊，好。下面咱们一个一个来啊，好，抬起来，哎，手放在前面，手放在前面，哎，尽量往前走，走得远也好，哎，走得远也好，哎，身体立直，身体立直，哎，好，哎，转过来，你这个脚吧没平衡好，虽然脚是歪歪了，一歪歪它就走不直了，走不远了，是吧？再做一次往前，哎，往前做一次。立直，啊，立直了，手放在前面，手放在前面，哎，走得越长越好啊，手放在前面，换脚，抬头，哎，这个做得挺好，手放在前面，手放在前面，哎，这右脚就不如左脚了。哎，左脚挺好啊，右脚那个能力太差了。哎，来，哎，好，停。你看那右脚吧，一开始呢腿要直，轮要正，是这样单脚平衡，你看就平衡住了。你腿是歪歪的，所以你就平衡不住了。注意没有？哎，再做一次来，往前来一次。哎，平衡住。哎，这个再好一些。哎，这好点，抬起来，好。哎，手放前面，单脚尽量往前走，好，换脚，换脚，
那开始抬头。哎，这个稍好一些，放在侧位，放在侧位，好。踏步单脚平衡练习主要是强化练习者单脚支撑的能力，在练习中需要注意的是，滑行姿势应该准确到位，腿呈蹲屈状态，支撑腿一侧做到三点一线，轮子保持正直。平衡是滑行的基础，只有掌握好平衡，才能为今后自如的滑行做好准备。因为滑行路线像葫芦，这种滑行姿势称为前滑葫芦。前滑葫芦不仅是一种优美的滑行姿势，也是初学者体会直线滑行蹬地用力的好方法。下面我们来做前滑葫芦的练习。前滑葫芦练习是一个什么练习内容呢？是用前滑葫芦吧这种感觉来体会一下子向侧蹬的感觉。直排轮滑怎么才能往前滑进呢？它需要往侧蹬啊，往侧蹬它才能往向前进，它不往后蹬它是蹬不走的，这个轮是圆的，往后蹬它不行，它必须得往侧蹬。侧蹬怎么个角度和位置呢？我们用前滑葫芦这个练习啊来体会一下子这种蹬的感觉和这个角度啊，这样的话呢就很快的就知道我们怎么往侧蹬了。它是一个引导练习啊，让大伙儿体会一下子蹬地的时候吧，在这个五指抓地啊，五指呢踩在这个轮鞋的里面啊，四个轮同时都要用力，不要前也不要后啊，同时呢往侧推啊，推完了以后你把腿再收回来啊，再收回来，收回来以后再往侧推，推的时候你就感觉往侧蹬的这个肌肉感觉和这个用力方法就是往侧蹬的一个要领啊，这是个引导练习。下面呢我来做一下呢示范动作，大伙来看一下子啊，两手端平，往侧推，收回，侧推，收回，侧推，收回，往侧推，收回，往侧推，收回，侧推，收回，看清楚了吗？等我把腿收回来，哎，哎，往我两边蹬回去，收回，哎，把手再拿起来，哎，手拿起来，这往前走，哎，推，哎，腿收回来，抬头，哎，找着感觉，体会脚底下什么感觉，哎，体会推脚底下什么感觉，好，哎，头抬起来，哎，找感觉。哎，体会脚底下是什么感觉，往侧蹬的感觉是什么样的，对，这就是呢往侧蹬的感觉，抬头，侧推，回收，腿收回，好，往侧推，收回，收回，往两侧蹬回收，哎，往两侧蹬回收，脚子大点，好，回收。刚才同学们啊基本有一个正确的体会了啊，这个往侧推的这个要领呢就是往侧蹬的一个要领啊，侧蹬的这种感觉做的都挺好啊，希望同学们再反复练以后再练习练习啊，来提高侧蹬的这个正确的一个滑行姿势。今天咱们练习就到这儿了。